动员落水之后呢，能在网上做一个保护。他们的比赛时间是7到10分，因为我们是全台唯一户外的比赛，因为考虑到风势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增加了时间，时间是7到15分，7到15分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来自中台湾振兴龙狮战鼓团，这支队伍以卓越的技艺以及杰出的表现屡获殊荣，包含有高雄细狮甲争霸赛的亚军，以及荣获全国新传杯龙狮古艺锦标赛的冠军，还有泰山狮王争霸赛传统男狮的冠军。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台湾振兴龙狮战鼓团的精彩比赛。
我们现场刮起了一点小风哦。那么这个狮队呢，他们要做座头推进，受风面积有点大哦，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座头推进，反身一百八，站位接单。好，非常漂亮的狮子。狮子撩水，快速横移2米，回身做造型。我觉得狮子的神态非常的细腻啊，在看水，在回头望。找寻清正啊。
校直接推进。每一步都必须要计算得很精准哦，尤其我们的思维手呢，它是看不到前面的。单抓四脚立多端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就是完整采听，现在试着要回头，回头也非常的不简单啊，因为有高低落差的关系，高的部分看远是看得到装盘，从高到低是看不到装盘的啊，相对来说是不容易的。
该队临场使用时间16分30秒。该队临场难度分值1.5分，1.5分。好，我们现场跟各位报告一下啊，我们难度的总分满分为2分。那么我们的时间是7到15分，每超过或不足15秒会扣0.1分。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。那么我们广东狮的狮骨呢，是属于单面骨，里面会有骨胆。那骨身呢，骨筒大概是6尺，还有7尺、8尺。那么经常会听到的骨的打法呢，有行狮骨、抛狮骨、七星骨啊，当然还有所谓的鹤山骨点、书点、密点等等啊，跟各位分享。我们等一下会在报分结束之后呢，跟观众做互动。我们现场会抽出10位幸运的观众来去做有奖征答，那送一个精美的小礼物。裁判，请亮分。1号裁判7.25，2号裁判7.25。少裁判7.7分，少裁判7.8分，我裁判7.5分。振兴龙狮战鼓团应得分数7.48，因超时扣0.6，最后得分6.88。好，我们恭喜振兴龙狮团最后得分6.88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跟现场的观众来做互动。